好看吧？红魔虾，吃啊！直接就可以吃了，直接壳啊，蘸料。这家，看，看这个肉，哎、你扒太慢了，我给你扒吧。扒断了，啥也不是。哇塞，来吧。啊，你扒几个，我吃几个。行。嗯。我调我准备好了，吃两个差不多下去啊。跟上速度啊，老大。几个了？我跟上速度，我给你扒虾。你长这么大，老大往后递。有几个人给你扒过虾呀？没有人。看这肉。哎，给我来一个。